的主要的需求了哈。其实，当然我是建议啊，慢慢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学得透彻、学得好，最重要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思考怎么去解决。因为这些东西，这个范例其实主要就是要你能够哈用，最好是用你自己的方法，因为这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话，你一定不会忘记，而且你会非常的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很快把它解决出来。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，我们需求是这个 B 栏的资料哈，把它分成一栏分成四栏，当然工作里面也蛮多啦，像你们 load data 过来的东西，可能它也许是一整栏。那你需要怎么样自动把它拆开来，或者是说呢，raw data 来的是很多栏，最后你要串成一栏，因为你可能报表需要的资料，它的形式就一定是要长得那个样子，那你就必须要先能够把那个样子的结构先这个建立起来哈。那这地方该怎么做哈？首先的话，当然我们会用到哈几个函数啦，其实最简单的函数哈，也许你用 index 会比较简单。好，所以之前我们讲过，这个地方当然你用 view 函数是没办法做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view 函数呢，它只会查第一栏，把第一栏以外的栏抓到你指定的储存格。但是呢，这边只有一栏，所以呢，它没有第二栏，那你基本上一定是没有办法用 view 函数。那你也没办法用像之前讲的 lookup 函数啦，或者其他函数哈。那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只能大概用几个啦，像那个 index。indirect 这些都可以，好，那还有像 offset 应该也可以，offset 是向下抓，所以这三个函数的话，哈，哎，假设啦，如果这有点像这个考试的话，哈，这样马上做出来，可能很多人应该会有问题。不过这就是我们要学的，如果你工作里面哦，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结果做出来，好，那当然你效率一定会比别人快。第一个哦，第二个的话呢，那如果我不要用函数哦，我想要用 VBA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能要想 VBA 怎么写，对吧？For i 等于第二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，做什么呢？把它的资料一个一个搬到指定的位置里面去，程式就写出来啦。所以基本上哈，一个回圈，再加你要指定的那个位置，哎，答案就出来啊。那指定的位置也许是。哎，第几栏呢？第四五六七，四五六七，一直重复。好、哦，哎呀，这要怎么做了？反正哈、哦，等一下我们就主要针对哈、哦、解决问题这件事情啊来看。好、哦、，OK。那当然最笨的方法一定是土法炼钢嘛。好、哦，你不可能说你哎复制贴复制贴，那这样贴可能不知道贴没够哪一点，顶多是比较聪明一点是说贴还有贴的方法，比如说你贴的时候还可以复制四个，贴上的时候还可以转制。转制有没有垂直变横向嘛？可不可以？啊，少贴几次，当然还算是聪明的哈。可是毕竟不是好方法了哈。那我们如果说要用那个 index 的话，哎，请各位先想想看 index。那你当然第一个，你想到说哦，我要抓资料的话，从这边抓到那边去的话，可以用 index 或者 indirect 或者 offset。那这三个函数其实都办得到。那只是说呢，你要先了解哈，哎，它这个函数到底。它一定会有一个来源，会有一个放在哪里，来源放哪里，哎，所以一个叫什么 in 一个 source 啦哈，一个 destination 哈，就是它的来源跟目的嘛，两个，那概念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第一个哈，我们用那个什么了，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index 函数。所以第一个哦 index，那一它会跳出两组啦，不过我们通常会用第一组哈，按确定。那他会问我三个问题，第一个说，哎，你的 array 啊，其实这个 array 意思就是说你的 source 在哪里？你的 source 指的说你那个来源的范围在哪里？那我们来源范围哈，指的就是 B2 到往下，所以 B2 点一下呢，你可以按什么？Ctrl Shift 向下哦，我要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呢，全部都选起来，意思说那个信息这一栏，哎，全部有没有？那待会的话，哎，在第一个了哈，啊，待会如果说要向右向下，所以你可能建议是直接按 F4，把栏列它的栏跟列哈全部都锁定起来。第二个呢，他问你说呢，那你要这个范围啊，特别重要是针对底下哈，特别重要这个 row number 跟 column number 是针对什么？针对这个 array 哦，所以意思说那个 row number 是这一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哦？
不是指的是上面这个哦，不是这个列号，跟这个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指的是这个范围哦。OK，那这个范围里面的话，那栏一定是有一栏。OK，哦，所以同学很常搞不清楚，是说那个 row 跟 column 一直看到那个工作表上面有那个 row 跟 column 没有，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如果看到 index 哦，记得哦，不要看那个工作表上面的 row 跟 column，指的是你现在的这个 source 的 column 跟那个就是这个 source，所以特别注意栏一定是只有一栏，所以这边一定是一。指的是这个哦，因为这个范围只有一栏而已，所以哦，这个 column number 先填好了，只有一栏。列的话比较麻烦，列的话呢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呢？第一列嘛，对哈。所以，哎，那如果说特别注意哦，你可能要先整理出一个规则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将来哈，如果使用 index 的话，array 跟 column number 这个都固定的，这个不会改。会改的是什么呢？row number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 row number 这边要填入一，这边填入二，这边填入三、四，下一个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直到33。OK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说你要用 index 之前，可能你先要产生什么一到33的这样的一个表格，那你要怎么样产生这个表格呢？哎，所以哦，这边先取消一下。我们大概知道哦，我们缺一个，缺这个，所以呢，要怎么样产生一到33呢？哦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呢，就必须配合什么？前面讲过的那个 column 跟 row，还有没印象？第一个我先插入什么？插入那个九九乘法表之前用过的 column 函数啊，所以这边的话有个 column 啊，那按确定的时候，它会抓到现在在第几栏？第四栏，减掉多少呢？我们减掉三。按打勾，你会发现哦，一二三四就出现了。可是如果你现在怎么样向下，它还是一二三四。可是如果说我希望呢，当它向下拉的时候，列增加的话，每增加一列就增加四的倍数。哎，还有印象吗？哈，这个跟九九乘法表很像哦。所以为什么我教各位一定要把 column 跟 row 一定要学好？因为如果你懂得 column 跟 row 的结合啊，以后哈，再配合 index 啦，或者是 indirect，就会非常容易解决你要的资料抓取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再来的话，我就什么加上什么呢？前括弧 row 指的是现在在哪一列？现在在第二列，所以记得把它减二。为什么减二呢？因为在现在这一列哈，我不要四的倍数，所以你后面怎样记得什么？乘上四。为什么乘上四呢？因为哈，我们一二三四嘛，啊，下一个五六七八嘛，一跟五之间相差四嘛，有没有？所以下一列的话是相差四的1倍，再下一列四的2倍，有没有？一，然后下面就五嘛，啊，再来就九嘛，因为2倍，再来就13，或者3倍嘛，所以都是四的倍数。那也就是说后面这个地方呢，是决定它是要那个什么呢？哎，四的加上四的几倍了哈，所以呢做完之后打勾。打勾之后呢，我们向右、向下，哎，你会发现呢，一到32就全部抓出来了。那一到32如果抓出来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在 index 里面最需要的那一个部分呢，就做完了。那其实这一题就完成了。所以基本上哈，你就把这个公式怎么样贴到那个 row number 里面，那用 index 就可以抓取得到啊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把这个资料把它剪下来，做什么呢？再重新哈。重新剪下来之后的话呢，再利用刚刚那个最近使用过的，好了哈，最近用 index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范围一样是从 B2 Ctrl Shift 向下，哈，然后记得先锁一下，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公式贴到 row number，它会一二三四到32，那 column 一律填入一就可以了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按个确定，确定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向右向下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，全部的资料呢就被我都拉过来。那栏宽不足啊，你可以 在那个常用上面有个格式哈，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整栏宽，再调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栏宽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它怎么样，全部都这个把它格式里面哈，自动调整栏宽，它会自动帮我把栏宽
给调整好，OK。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一个啦，我们抓取资料就完成了，那就第一步了，OK 啊、哦。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？哎，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怎么样，再把那个前面的栏名有没有入职时间冒号、姓名冒号、工号冒号这些重复资料，其实上面已经有栏位名称的啦，所以你说前面多这个好像有点多余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要怎么样把前面的栏名去掉，会比较快？好、哦，那当然哈、哦，如果你不写不用函数的话，其实好像这边应该可以用资料剖析啦，有没有？把这个剖开来，可是你剖开来之后，你要再把它贴回去，剖开来贴回去，好像还是有点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话哈、哦，可能用函数来做会比较简单，但是要怎么样把那个前面的栏位名称再加一个冒号？总共会有可能这一栏会有五个字，这一栏会有三个字，哎，这也是三个字，这五个字要把它删掉哦，删除哦，OK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要用什么？所以这一题啊，延伸性的练习其实就又回到最早我们第一个单元文字与资料里面哦，有没有文字类的函数里面我们讲过了，其实你可以用那个 MID 有没有 middle 函数。但 middle 函数怎么知道说它从哪一个字抓几个字，对不对？或者另外，其实你可以用文字函数里面有个 replace 函数，replace 取代啊，取代意思是说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取代几个字，那取代的话，顺便意思就是把它删除、删掉，哦，删掉那些字。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啊，第一个，先把那个一栏的资料变成四栏。啊、哦，栏就是你资料，如果说你会有这种把它分栏的问题哈、哦，那请各位也许先试一下这部分啊、哦。啊，最重要的其实哈、哦，就是先产生什么？先产生我们那个1到32的表格数字，这样子。哦、啊，产生完之后的话，你再把公式解下，放到那个 index 里面。好、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。不过呢，做完了还没解决啦，因为还有那个前面栏名的部分需要做那个哈、哦、处理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哈、哦，把那个 index 部分先试做。那再来当然就是indirect 啊、哦，上礼拜有讲过，还有 offset 其实也可以哦，或者 VBA 也可以哦，哦，那 VBA 是一键完成，按下去啪，全部完工了。